今天海外客户部 Alan， 我现在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，客户现场安装一台 W530 的设备，然后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客户的工厂。客户是机械加工厂。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成，然后看一下设备的状况。Спасибо.